今日是清明连假头一天，真侪民众一透早就伫传拜祖先的祭品。台南一间卖润饼的老店，一透早是摆到热热腾。家己南丁市场内底，有一间老店，普通时啊是咧卖十岁啊，啊那伫清明会改卖润饼皮，一礼拜会使卖出3万张润饼皮，人客哭哭哭。等要买润饼糕的人过一个转弯，都看袂到排队的尽头。台南这间开超过一家子的润饼糕老店，二号一透早人排到满满时，就是为着这卷。买30卷，最高的最多的到买30卷。哦，啊你卖到三十，啊你哪买遐济啊？太好吃了、啊。工作人员将高丽菜、豆干等配料放伫饼皮顶端，也土豆汤粉卷起来，作为台湾清明节传统美食，真侪民众会买来制作，嘛，让店家清明连假第一天就无闲视察，出动10几个人做伙斗三工。十几个？多10几个啊！我平常来看你们也都是烧3、4个在卖而已嘛，吼。对啦，啊，因为现在客人比较多，要调人手帮忙啊。全家动员的唔拿这间老店，嘉义市南丁市场一间干妈店，每到清明节都会卖现切的润饼皮，一卖30几担，两个人一点钟会当做500片。惊无闲卖过来，厝内底老中青三代拢出来斗卡手。惊伊讲清明迄天东港的人伤侪买无着咯。不是啦，哦、啊，着囡仔有转来啊。节日这大排长龙，有的不耐烦，等了那么久，啊，他就会提早一个星期也买，5天也买都可以。这几天都有人买起来冷冻，到明天跟后天比较多的。虽然到两天才是清明节，但真侪民众提早出门采买，唔那是为着制作，嘛是为着这个传统的滋味。记者陈环武、柯正准，台南嘉义报道。